晚，你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涨跌密码》。台股今天中场是下跌了八十四点，收在一万两千八百二十八点。今天的成交量呢是两百八两千三百八十一亿元。好，今天的盘是怎么来做分析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的张宇明分析师，欢迎您。明天好，投资朋友大家好。第二位是谢逸文分析师，欢迎您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 还是怎么来做观察？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老师。好的，台股今天跌了八十四点啊，一二八二八。这个礼拜的周线是涨了一百六十四点，台股还是呈现了一个金金涨的格局。那我们说过，台积电、联发科啊，这两档股票只要稳盘，台股是没有大跌的空间啊。这个盘面上目前来看还是非常的健康。那我们请看哦，好，大盘这一段从五月到现在大概涨了三千点。 但我们看大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也创了历史的新高。但是有一档重量的股票，大家也都知道了股票啊，当然它不是获利很好的股票，最近啊跌了将近五成啊。我们看一下这样股票叫做大同啊，几乎每天都有它的新闻，然后扰扰纷纷啊，纷纷扰扰啊。盘整完，很多人在期待它有怎么样董监改选的题材啊，最后呢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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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盘中又跌了五趴，把十三块都跌破了。 啊，跌幅将近百分之五十，大盘涨三千点，这张股票跌五十趴，啊，所以买到这张股票的人心应该蛮痛的啊，蛮难过的。那我想这张股票不能买，我早就讲过了哈、哦。我们说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两个字叫做比较，为什么？你看这辆这样就知道啦，跌快五成，对不对？大盘呢，大盘涨三千点，啊，看大盘一直在涨，你的股票在跌，那当然是很难过了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 有没有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啊！大盘是往上的三千点，它是往下的五十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说了很多的新闻啊，包含最近很多大同的新闻啊，这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。包含董事长质押股票被断头哈，因、哦、为跌了快五成的啊，市场派、公司派纷纷扰扰啊，股价跌那么深啊。当然你会说大同跌了将近五成，跟张一鸣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事先有没有讲、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确实有讲哈、哦、啊，这是六月二三号解盘的影片。 当天解盘影片六分五十三秒啊，我讲很清楚，大同反压非常的沉重，这种股票是不能碰的啊，有没有一定有讲哦，它是涨不上去的，所以股价是涨不上去的啊。这边有文字有没有？这格局是不对的，压力太沉重了，太多卖出讯号了。所以我在六月二三号解盘六分二五十三秒我就讲了、啊，这种股票你是不能碰的，你不要认为它有什么董监改选题材，那这是错的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看这样股价一路跌下来，当然。 大同的获利啊，可以说一塌糊涂。这几年每年都亏损，而且亏损呢相当严重哈。啊，这十二年来从来没有分配过一毛钱的股息股利啊，这非常糟糕的。但是很多人一定很迷惑，那为什么这么烂，也没有分配股息，也获利也不好，也没有分配股利？但是外资为什么买这么高？来，你看一下哈、哦，大同外资的持股率百分之三十六，八十四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张。 啊，这么烂，那为什么外资啊持股这么比例这么高，还持持股八十几万张？啊，我想很多人一定会搞不清楚了哈。那大家想想看，是不是外资买超就可以买？外资买超像股票八十四万张啊，那你买来进去就跌五成啊。所以这个答案不是很简单吗？是不是外资买超就可以买？股市里面永远有很多是是非非的，似是而非，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其实是狗屁不通的啊。他跟你说外资有很多硕士啊、博士啊的研究员啊，他们都很厉害啊。 啊，又是喝过洋墨水的，他们挑出来股票不会太差、啊，那偏偏他挑了大同啊，啊，挑了买了八十四万张，就股价跌了五成，所以是不是外资买超就可以买？是不是投信买超就可以买？是不是自营商买超？他也最这一个月买超六千五百张啊，是不是自营商买超就可以买？自营商什么叫自营商？就在券商里面自己成立一些啊操盘高手，成立一个单位。 啊，自负盈亏，自己在买卖股票，叫做自营商。啊，以前在券商服务的时候啊，有些啊，这个营业员下单下很大，他没有什么客户，可一个月可以做好几亿。我们开玩笑说他叫自营商。啊，他自己在玩就对了，用他自己的亲人的户头自己在玩，他叫自营商。啊，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。券商里面有三大体系：承销、经济、自营。啊，承销就是啊，股票上市上柜，他们帮你办了辅导。 啊、经济就是你去买卖股票嘛。那自营呢？自营就自营商啊，自己找一些啊操盘高手来，公司拿自己的资金在外面操盘，这个叫自营商。自营商当然都有很厉害的操盘高手啊。他们也买了六千五百多张的大同，可是呢，股价跌五成，他们也全部套牢、啊。所以不要以为啊，硕硕士博士很厉害，很会操盘，没有这回事。你看大同就知道了，所有法人赔的一塌糊涂，外资赔的一塌糊涂，买超三十六趴。 啊，买了八十四万张，套得一塌糊涂。同学们啊，这个答案告诉我们什么？筹码有没有用？好像很很重要啦。我在市场上有人说啊，上一堂筹码课要缴二十万啊。一个粉丝跟我讲，他去上筹码课，哇，高级的筹码课缴了二十万。我说我、哦、那你現在很会算筹码吗？他说也还可以啦。啊，那你既然这么会算，请问你买股票有赢吗？没什么赢，那表示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嘛。 对不对？好，筹码到底重不重要？感觉很重要，可是如果你跟趋势对抗，那就完蛋了。那很多人是不懂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不懂。你像大同啊，如果你进去看着要炒作股东会的行情啊，这个选举的这个题材啊，那如果你一千万进去，你就赔五百万了。如果融资断头断头好几次了，可不可怕？所以筹码重不重要？好像很重要，可是如果万一跟趋势违背，那就完蛋了。 懂意思吗？所以这辆股票大同跌下来，跌了五成。投资朋友，你来看一下，天哪、啊！今天不是十三零跌到十二点三了哈，跌了五成。那你想想看，谁在里面？不管你抱多少筹码，外资三十八，投信四十八，都一样，全部啊重伤，跌五成能够不重伤吗？所以跟筹码有没有绝对关系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说一台车从养德大道、1 1山这样摔下来，公车前的失事嘛？啊，这个刹车失控啊，这样摔下来，摔下来。 很多车都被撞，撞得乱七八糟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一台车从四段养了，大到四段阳明山失控，啊、oh,，那个文化大学前面门口这样刹下来，因为他没有刹车嘛，刹下来趋势往下嘛，所有坐在车里面的不是撞个头流血，就是手断了就脚断了，啊，因车沿路撞，沿路撞，沿路撞，撞得乱七八糟，啊，所以趋势往下，所有筹码都没有，所以坐在上面都一样重伤，大同。 股价掉下来快五成，谁持股都一样，全部重伤，懂吗？这叫什么？趋势往下，筹码无用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你在看筹码，哇，以为筹码很重要，对不起，你跟趋势比，那你就完蛋了。趋势往下你不跑，你什么筹码在里面都没有用。张一鸣这个道理也不是今天讲，我们讲很久了，可是很多人就不相信，啊，不相信你碰到一次，啊，在股市里面你碰到一次，你可能就断头好几次了，可能你的财务就归零了，重新回去上班，回去工作。 啊，户头里面从零开始，再奋斗三十年再来玩股票，为什么？把方向搞错了嘛？哦，趋势多重要，当然重要啊，筹码多重要？对不起，比趋势就比不过了。趋势往下，所有筹码都是没有意义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看，再没跟你讲什么，你不是看趋势，不是看筹码，要看什么？看架构，懂意思吗？架构不懂你就完蛋了。那什么叫架构？多空、强弱、支撑、压力、敌人多、朋友多，这六项因素才是你要看的。万一这六项因素你看不懂？ 那你就会产生错误的研判，懂意思吗？那怎么来判断这六个趋势？配合股神系统的多空循环图来研判它嘛？哦，那我们举例大同，来，对不对？卖出讯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么多的卖出讯号，你告诉我，就像一个人生了很多病一样。我们说股神图就像 X 光片一样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，啊，尿酸过多、胆固醇过高，啊，血酸过高，反正身上一大堆疾病了，对不对？那像反，这个人。 这么多疾病，那你要挑他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去参加奥运，搞不好在飞机上就昏倒了，身体不好、啊，懂意思吗？他能不能代表我们国家参加奥运？当然不行啊！那你为什么买这种股票呢？三两千档股票，将近两千档台股，你为什么要挑这种最弱势的股票呢？那你挑这种最弱势的股票做多，你当然会重伤了、啊，不就这个道理而已吗？我们再看周线啊，明不明显？趋势不是往下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挑这种股票，你很简单，进就是重伤了嘛。 你看跌那么深了，从三七点七跌到十三块了，还是一样卖出去要出现一大堆，啊，最后呢，你看连续跌停，啊，所以投资朋友不要跟趋势对抗，这个道理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的，但是你只要碰到一次，你财产可能去一半，啊，那后悔是莫及的哈、哦。看东看西看来看去，你最后发现还是股神系统最可靠，啊，他不会骗你，股神系统是很完整的。你再看一次哦，周线不对。 一大堆反尼啊，根本就是空头格局，日线也不对，也没有一大堆卖出信号？所以这种股票，张一明早就跟你讲了，啊，跟你讲这种股票你不能碰了。刚刚影片你都看到了哈、哦。好，观念不改，错误的观念不改，注定骑机车。其实这种台语念啊，西瓜念不改，注定跳多摆；西瓜念哪改，变如水在里塞。这样懂意思吗？要把错误观念改过来，啊，你不改很简单，注定骑摩托车。 啊，你要开冰室车是没有机会的，钱都赔光了，有钱买冰室车，懂意思吗？错误的观念一定要改，观念、工具这两个就是成功的基础。用观念正确的观念做基础，正确的操盘工具来判断，这两个做基础，你才能够产生正确操作嘛。啊，那如果你有这两个做基础，你再看一次，你大同怎么可能做多？不可能啊，这怎么跟？要么就放空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嘛，这格局都不对了嘛。所以，我们说很重要，要用什么？要用。 正确的操作观念，正确的操盘工具，什么是观念？趋势带筹码就是观念嘛，懂吗？这样你才能够产生正确操作，你才能够成为股市真正的赢家，有没有道理？原来如此，对不对？好，工具对了，你做对，机会就会变多。因为空头股票你不会买，压力很大你不会买。观念对了，你犯错机会就会变少，懂意思吗？筹码怎么样？或许还可以，可是怎么样？哪里不对？趋势不对了，可趋势带筹码。 懂吗？老大大于老二、啊、很简单了、啊。大哥大于二哥啊，二哥说的老大不同意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懂吗？筹码很漂亮，趋势观念，趋势啊不对，那对不起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观念嘛。趋势大于筹码，懂意思吗？这个也对，这个也对，两方同时进行，就是双倍数在改变人生。懂吗？你犯错机会变少，你做对机会变多，你又少犯错，你又多做多又啊。 这个啊，机会又变多了，做对机会又变多了，那就两倍数在改变你的股市人生。我想这样人生就会不一样，懂意思吗？哈，好，我们说世界最看盘股就是比较有没有？来，大大盘被动元件过去，还比大统不错了。大统毕竟跌了五成，他还是没跌。但是大盘涨三千点，他没跌，投资没有，他在盘整。那你想报到国巨的不是昏倒了？大盘涨三千点，看到每天拍涨涨上去给他拍手，他在盘整。你想想看，这样他会开心吗？ 买到国巨的人一定很不开心，为什么？别人在涨，他都给他拍手，哦好棒好棒好棒,好棒，他一买也赚不到，为什么？盘在这里呀、啊，不是吗？大盘涨三千点，他盘在这里呀、啊，为什么不能买国巨？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卖出讯号一堆，你看目前的格局，今天是八月七号，来，曲线穿法线强不强？不强，动能线呢快要跌破了，再临走，没有动能就是车子没有油，没有油它怎么涨？这个道理张雨明是今天讲的吗？讲多久了？ 啊，讲到持有国际人都有幹我，都要干掉啊！不要再讲过去就不好了。好了，我讲得好。啊，你看就转空，我怎么讲呢？它就转弱我怎么讲的好？它就卖出去那一大堆，我怎么讲的好？我讲得好不是自己大嘴巴啊，这格局就不对哦，我怎么讲的好？这格局就不对哦，我怎么讲的好？这架构就不对嘛，有没有？好，另外一档被动文件来，大盘涨三千点，它这样跌，看到吗？跌破三个月低点。所以，我们说买了这档股票的被动文件的人，华华兴哥在哭了啊、哦！来，你告诉我可不可以卖出去那一二三四五？ 同志，班有这格局对吗？不对啊，一样啊，什么问题？动能没有动能，车子没有油。你告诉我，他车子没有油怎么怎么涨？门口一大堆敌人，你告诉我他要怎么涨？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已嘛。哈，来今天的新闻，MLCC 啊，ML CC, 就是被动元件。好，来被动元件双雄，七月营收飙高啊，创下二十到二十二个月的新高，创二十二个月新高，结果股价涨不动，股价在三个月低点，你看是不是昏倒？ 我相信只有这两档股票，你看完这新闻都昏倒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明明创下二十二个亿营收新高，为什么股价涨不动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会涨不动？因为你会认为营收跟股价有绝对的关系。张爱民从头到尾就认为营收跟股价没有绝对的关系，所以当然股价不对了，卖出去那一大堆了，三线架构不对了，发这个新闻都没有用了，懂吗？利多不涨叫利空啊，懂意思吗？没有用，这完全没有用了。 因为我很清楚我的观念是正确的，营收跟股价没有绝对的关系。那如果你认为营收跟股价有绝对的关系，那你不是昏倒了？你昏愤不平，怎么可能呢？营收创二十二新高，股价跌破三个 AD 点，那你不就撞墙了？我这边有、喔，观念不能错，观念错你在股票上你是做不赢的，好不好？看懂吗？南亚科第一轮来，哇，掉掉掉掉，连续跌大跌哈，差点跌停。请问这是什么格局？ 卖出讯号一大堆，身上一大堆骑兵，这格局怎么对啊？这动能根本就不对了嘛。我们跟你讲，第一轮被动元件你不能碰，有没有？千金难买早知道，万金难买后悔药，有没有讲？有啊，六月十号解盘不是讲了吗？被动元件啊，第一轮。Ain, 后来 PCB 涨上来，我就没讲 PCB 了。这两个还是一样，都是弱势的，继续讲有没有？六月十号，今天已经八月七号了啊，讲多久了你自己看了、啊、哈，好不好？大盘涨上来，它在盘整，那为什么可能涨不动？ 格局不对嘛，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工具对的，做多机会变多；观念对的，犯错的机会变少。两个同时进行，你的工具也对，你的观念也对，两倍数在改变人生。同志们，你要不要改变你的股市人生？没有人可以强迫你，要不要你必须自己做决定。你要不要拥有好的工具？你要不要拥有正确的操作观念？正确操作观念在哪里？有啊，在你们出了这么多书吗？这每一本书都是一百集。 啊，都是我的啊，稍错实战的一个心法，在股市里面得到这个心法啊，这些书你可以拿回去做参考，这就是正确的观念。我们刚刚讲的趋势大于筹码就是正确观念，可是很多人就搞不清楚他觉得筹码最大，那就错了，对不起哈。好，精彩，单机不断。上半年获币惊喜发这个利多，那股价应该涨啊，今天八月七号买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这格局不对啊，没有动能，它怎么涨？你告诉我有涨吗？ 有涨吗？这这利多也不？今天发好几天就发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动能不对嘛？股市没动，车子没有油，你就要跑去哪里呀、啊？懂意思吗？蓝电增点，前途亮丽。好、啊，蓝电，天哪，涨到美国去了！为什么这里不告诉你？如果这里告诉你，多安心呢、啊？投资朋友，所以不要看报纸做股票，你永远都是啊，后面在帮他抬轿的。你看人家买在这里，买在这里，买在这里，啊，你要买在这里，你要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要说啊，你为什么这里不买？ 因为这里没有利多，散都不敢买嘛，不就这样？那就把观念改过来，不要看利多了，不要看报纸了，看报纸是没有用的。看什么？看正确的操盘工具，懂意思吗？哈，好不好？股神系统轻松拥有，一眼变多空，好不好？来，东升粉丝你拿起手机来扫描这 q 维码扣，ode, 扫描完啊，加入我们的 letter，说你是东升粉丝，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给把时间交给明乐。好，那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，广告回来就请张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。 欢迎回到《涨跌密码》，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。好的，这个行情很多人看不懂。今年的股票涨最多，大家看不懂的股票。今年的行情专门修理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啊，他自己又学历很高，然后又自以为是的人，在今年的股市可以说啊，吃的很多鳖，因为想的方向跟大盘表现出来完全是不一样的、哦。好，来我们看这个新闻。好，瑞意领勇获利受法的青睐，很好啊。 出二旺，年勇创新高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年勇，你看出了两个新闻啊，第二季大赚四点二，连续两个利多哈。好，年勇，天啊，涨到美国去了，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不告诉你这么多利多呢？它有多好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这里不讲？那如果有人在这里告诉你多好啊，是不是这里？对呀、啊，五月二十一呀，今天已经八月七号了。那如果有人在这里告诉你一百九十三，跟你讲年勇有多好多棒，对不对？哇，在这里呀、啊。 那后面这一段你看多轻松，两百九十一变三百啊，这个一百九十一啊变两百九七了，这样一百块的空间，是非常的开心，就有机会把它放到口袋。但是你放心，所有的好消息都是涨了一大波，涨到天花板才会告诉你，他不会在低档告诉你好消息，低档也没有好消息，这就是股市。所以你每次只会看报纸做股票，你在股市里面你是啊，永远在帮人家抬轿，永远赚的比别人少，风险比别人大，为什么？ 你买在这里当然有机会赚这一段啊。对不对？那你买在这里，你已经少赚一大段啊。那如果下来好，下来涨了四百块好了，人家已经先赚一百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行，随时都可以跑，但是你没办法跑啊，一不小心你就碰到高点了。所以你怎么样？你的风险怎么样比别人大，可利润又比别人少。那做股票如果永远风险比别人大，利润比别人少，你要怎么这样成为赢家？有没有道理？所以你是不是要知道这里？哦，漂亮哦，一九三后面呢？ 今天二九七，那这一百块就是你的啊，不是答案很简单吗？哈，好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股神系统早就知道了啊，早知道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股市赢家，好不好？乐意营收报喜，很好；乐意获利创新高，很好。来，乐意，天哪，四百多块了，那为什么在这里不告诉你呢？两百五不告诉你呢？今天都已经四百二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如果告诉你，多棒啊！那这将近两百块不就是你的？这里啊，不是吗？ 五月二十，投资朋友，但是当时你看得懂吗？你一定看不懂，你也没办法看到这么多买进讯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用的不是股神系统，你一定不知道，所以你就没办法来判断它。原来这里是个很漂亮的买点，懂吗？好，那这一段怎么样？你就买不到。后面那一段，对不起，就在这里哦、喔。哎，刚刚这张图啊，这张图哈、喔，来再看一次哦、喔。刚刚这张图有没有？这张图就是这里。 这里你看得懂，后面这一段就是你的了。你看多开心，将近两百块的空间就可以赚了。股票市场就是这样而已了，没有别的同意思嘛，很简单的哈。千金难买早知道，万金难买后悔药。你要早知道，你才能够成为股神啊，股市的一个赢家啊。股神系统早就知道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高端利，放一股来大涨一倍半。好，来到这里，同志们啊，哎，涨不上去了。你发现你最近一个月买高端利也套牢了。 你最近一个月有没有听蔡万跟你讲说高端利好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同志们，有友，哎，蔡敏你不是赚了将近一倍的高端利吗？我从四月二十买到六月二十卖啊，中间做了三趟，赚了九十九趴。从六月三十之后我没有再碰高端利了，为什么？今天都已经八月七号了，一个多月你不再碰高端利，为什么？来看一下大盘，对不对？高端利益，告诉我，大盘还在涨哦，对不对？那高端利呢？对不起，好像涨不动了。 看到吗？所以你这一段，你在日本高端你你要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要赚什么？你准备套牢而已啊，不是吗？那你看不懂，你就会追。你看最近这一个月，在每个人说高端利好，高端一棒，高端一下下叫，没有？为什么？格局不对了嘛？看懂吗？要赚是赚这一段了、啊，这一段你操作，你才有机会赚一倍啦，懂意思吗？你现在来操作，对不起，准备套牢而已。问题你不懂，你就是要缴学费，懂意思吗？哈。 站在多头的时候，当股票在多头的时候，你可以喜欢它；一旦转空，你就要避开它。投资朋友，你有做到吗？只有在最精华那一段跟它走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做到？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做到的。多头你不买，空头你就开始爱它，那就开始赔钱，开始套牢。要把握这个原则啊！多头的时候你可以喜欢它，可以操作它。张明，你有喜欢它、操作它吗？有啊，赚将近一倍而已哈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转空了，怎么知道转空？这里呀、啊。 卖出讯号出现一大堆卖出讯号一旦转空你就要避开它，只在最精华那一段跟它走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就是股票操作，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观念，懂意思吗？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往后看哈、哦，来，你再往后看，来，来国光生对不对？这格局为什么最近涨不动了？啊，最近再没有买国光生，没有，为什么不买国光生？我到了最后一次出场六月二三我就不不做了，赚二十趴我就不做了，为什么？ 来，你看这格局对吗？格局不大对了，第三线都已经跌破了，它格局已经破坏掉了嘛？哈、哦，高手就是要多头赚到，空头跑了掉啊！空头人家去追，对不起，没钱赚了哦。乐盈对不对？涨十三倍的，不对了，这格局不对了。你再追，这段涨十三倍你不做一大堆卖出去，那出现这格局你再追，你很难赚到钱的。然后只能这样说。很大对不对？大涨十倍之后来这里，来一二三四四个卖出去呢你看把它放大一点，有没有？这很多卖出去呢有没有压力？有啊。你看最近一个半内涨不动。 卖出去要怎么突破？跳空突破，带量长虹棒突破，要三千万多，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不漂亮，看懂吗？第一线太短了，对它涨也涨不多，这种格局我就不做了，懂意思吗？哈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哈、喔。到乐香呢，很类似啊，有没有突破压力？有啊，用长虹棒突破，跳空长虹棒突破，线形比较没有那么漂亮，所以这一段我暂时不会做了哈，好不好？锐基呢？我这个怎么做？这一段你不做啊，这一段你要做你就赔钱了嘛，懂意思吗？生技股如何看？倒回原我跟你说不可能。 多空分道要小心啊！到底什么多什么空？你可以用手机扫描的艾特啊，扫描 QR code，扫描来询问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另外一个跟你讲最强的在这里，没错，完全印证。七月份最强的，我讲半导体很多不相信，IC 设计很多不相信，现在每个都相信了哈。八月份要涨什么？我已经先给你透露了。八月三号就讲了光电，有没有？有，这档叫光电股，看到吗？强不强？你自己看，三线架构我们很完整。就这一档，这个就是光电，这个就是这个元长，有没有？你自己去比对了，看我们跟你开玩笑好不好？来。 连涨讲完之后，隔天涨停板八趴啊，没有涨停板八趴，有没有？昨天又涨停板，投资朋友看到了吗？三天二点八次涨停板，最近盘陷入整理了。你看张爱民跟你讲的光电还是这么强，强不强？你自己看，强到爆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张爱民进出两次的，已经赚三十一趴了，在你不知不觉当中，我已经赚三十一趴了。会不会跟高端的一样，有一天赚一倍？会不会？你自己想，我没有答案。 啊，你等着看，我只能这样讲，好不好？东森本身请你拿手机来扫描的 QR code，扫描完加入啊，说你是东森本丝，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了。我们把时间交给明明乐。好，提醒节目中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还是要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风险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